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下图一啊，这个图的话呢，我是两个图画成一个图了，就实线的部分哈是第一个图，啊虚线的部分呢是第二个图。好，他说图一哈为向右移动连续的周期绳波的图形，设此连续周期波的周期哈是 T。好。当呢波哈由图一了哈，就是实线的部分了哈，它变成图二，就是虚线的部分。那么下列何者可能为其所花费的时间？好，我们看哦，从实线了哈变成虚线的话哈，它最短呢移动的什么呢距离哈是呢半个波长哦，因为它一个波长是从这里到这里，从这里到这里的话是那个四公分。也就波长的话是等于四公分的，那它那个移动的距离的话哈，最短的话呢是多少？是两公分，哦一这是三啊，最短两公分，也就是说最短的距离的话呢是多少？是二分之一兰达，但是它有可能呢是从这里移动到这里，但也有可能从这里移动到这里，就是移动到呢1.5个兰达。或是 n 加二分之一个兰达，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呢，这个从实线部分移动到虚线部分，有可能移动多少？移动呢二分之一加上呢 n 兰达。但是我们晓得移动一个波长的话，需要呢一个周期 t 啊，所以的话它需要多少时间呢？需要二分之一加上 n t 啊。哦，所以是等于多少呢？2/2n+1，哦，就是二分之奇数呢，这个周期啊，所以有可能是1/2t，有可能3/3t啊，5/5t，哦，点点点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有可能什么呢？有可能是 b 啊，其他都不可能，其他的 a 3/4不可能，c 3/7也不可能，d 2t也不可能。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B。